Yep. Oh.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今天呢，咻，当当，来来了，无论什么都能轻易画出来的简易画板来玩玩看哦。这游戏呢是适合8岁以上使用的。看看箱子正面的画，朋友的样子，壮观的建筑，还有喜欢的漫画，都能很轻易的画出来哦。那凯文就打开箱子看看吧。当凯文准备好了，哦，凯文也来一次哦。好，哦，太神奇了，先不跟朋友们说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会觉得凯文很会画画哦。好，那凯文就拿这个简易画板来玩玩看吧。 Go go， 朋友们，凯文，等等，准备了小艾丽，还有小凯丽，还有小凯文，马上来画画看吧。就来看看凯文到底有多会画吧。好，首先呢，哦，艾丽，先来画一次艾丽看看吧。好，把它放到上面去。朋友们，有一样很神奇的，这里有个眼垫，把眼镜伸过去的话，镜子呢就会反射，来帮助凯文可以马上在这里简单的画画哟。好，凯文的笔准备好，好，现在就来画小艾丽吧。可以画得好吗？好，要开始咯。不比想象中的难哦。难道是凯文画得不好吗？哦，不是啊，凯文画得挺好的。朋友们再等一下吧，会画得更好的，还没有结束呢。凯文还是很多没有画哦。哦，艾丽的发色很好看哦，是金黄色。很好，已经把轮廓画出来了。朋友们，好，现在是要来画最有难画的眼睛了。等等，朋友们等一下，还没有完成哦，没有完成哦。等等，朋友们怎么样？有像艾丽吗？嗯，跟艾丽很像哦。艾丽也会很满足吧？很好，哦，凯文很有勇气哦。朋友们，下一个要画的就是小凯文咯。好，把艾丽画得很好，所以把凯文也画得好吧。好，马上开始吧。当，就这样把头部画好了。哦，很好很好很好哦，做得很好，凯文。好，继续画下去。当当，哦，鼻子、眉毛、嘴巴，真的画得很好哦。好，要画最重要的眼睛哦，眼睛要画得很好才行。当，怎么样？凯文把小凯文也画好了哦。啊，但是有点遗憾的是，凯文应该要把右边的眼睛再画好一点才行哦。右边的眼睛画好一点的话，就更好看了。首先，因为这个是凯文的原因。好，这个是凯文的。好，下一个，最后是小凯莉哦。虽然要画小凯莉也很不容易哦，但是凯文一定要加油画好她的。来，小凯莉。等等，就这样脸型就完成了。果然，哦，有点像哦，这次应该也不会失败的。凯文画得很好。一二三，
当当，怎么样？凯文画得很好吧？好，这里凯文把草图都画好了哦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涂颜色咯。那凯文快点，把小凯莉、小凯文还有小艾莉都涂上好看的颜色吧。Go go！当就这样，凯文就把小艾莉、小凯莉和小凯文都画好了哦。各位觉得其中谁画的最好呢？凯文个人觉得呢，艾莉还有凯莉画的最好的感觉，凯文有点不足的感觉。朋友们可以把你们的写法留言给我们哦。今天就这样用了简易画盘，画了小艾莉、小凯莉、小凯文，各位觉得怎么样呢？有趣吗？那下次凯文会带来更多好玩的玩具回来的，朋友们。再见。